都有注解啦。第一个判断在哪，放在哪一行？因为可能，也许它原来是空的，那就第二列开始啊。啊，在输出资料就一个萝卜一个坑，但是里面这个地方输出的时候，我没有去记录什么，没有记录那个它的订了哪些商品，然后呢它的数量多少，所以这里可能需要在下面这个地方再增加一个所谓的一对多的关系啊，其他清空了啊，单号加一的话，如果你原来是数字就单号加一，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哈，去把它做输出。那最后如何储存商品编号跟数量哈，这个也许是最关键的哈。那我的写法这样啊，第一个增加 I 栏跟 J 栏，目前当然我前面都没有记录，可是我希望开始记录的话，第二个的话哈，因为它就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储存格，哎，可是你要放很多个啊，比如说我今天订了三个好了。啊，假设我今天订了，随便订了三个，那变成说我这三个，我理论上这三个都要放进那个储存格里面。可是问题，一个储存怎么放三个？那所以我想到一个方法，习惯上就是什么，中间加逗点就好。第一个逗点，第二个逗点，第三个逗点，第四个，反正有几个中间加逗点，以后要把它拆开来，就是剖析出来就可以，找逗点。这几个就可以比较容易剖析出来了哦，OK，然后数量也是一样，数量本来只有一个格子，那我就中间加逗点，所以要怎么样刚好中间加逗点哦，所以这边的话必须用串接，串串串啊，逗点逗点逗点，OK 哈，所以我的写法是这样啊，第一个哈，可以再到那个我们的程式的最后面这边，加上商品编号跟数量。那商品编号的话，我给它一个变数叫 x 好了。假设 x 预设值哈，假设 x 等于空的，里面是没有东西，因为我还没串。y 的话呢，也给它空的，y 是指的是数量，我也要串串串。那怎么串哦？我可以用一个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哈，写一个回圈嘛。所以你可以怎么？for i，哎，写 i 有没有用过？没有哦。i 等于第几？从哪里呢？从第七列，哎，帮我往下追踪到最下面一列。那我可以用追踪的，不过建议是用商品编号向下追踪，就 B6 向下追踪。所以呢，我可以用那个 range，从那个 B6 哈，帮我向下追踪一下，看那个最下面到哪一列。所以你这边的话呢，你可以抓到就是，哎，比如说以现在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因为我有三个嘛，哈，所以。这边的话呢，它会回来就告诉我到九，所以七到九帮我跑回一圈 next。那我要做什么呢？就是帮我串接 x 等于什么呢？x 自己本身串接空一格 end，串接的话是 x end 哈，end 什么呢？end 那个 B 栏里面的东西，这个东西，所以打一个 sales。它的 I 列的 B 栏的东西，把那个 B 栏的东西帮我抓过来哦，然后呢，后面 and 再串一个逗点，因为我将来用逗点分隔。那 Y 的话呢，其实也是一样，Y 等于 Y and 哦，所以基本上的话，跟这个写法一样，就数量，我要把数量帮我把它串在一起。那个可以拿这个来复制啊，这个比较快一点。这边的话呢，就是它是 F 栏，所以把这边改 F。好啊，你会发现它就一直串串串串串，帮我串完之后，这边就是 A2101 逗点，哈，211逗点，逗点，哎，不过会有个问题哈，最后好像会多一个逗点，有没有？所以哈，可能还需要怎么样？那最后的话，假如串完之后啊，我就把它丢到哪里呢？商品明细里面的 I 栏。好，所以你可以怎么把这边复制一个，这边改成 I 栏，然后这边的话等于 X，哦，把它 X 加上去，然后呢 Y 的话就是把它丢到 J 栏，因为我那边是放那个 J 栏，好，所以把这个 J 要把 Y 放过来，OK，放过来，好，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应该可以看懂那个逻辑了，哦，反正串串串，那，啊，再来就试试看好了，我们就把这个结果新增。看他会不会帮我串过去，销货明细，哎，有没有发现串串串逗点，串串串逗点，但是还有个问题，
最后多一个逗点，那最后多一个逗点怎么办呢？哦，当然就是把它删掉嘛。怎么删掉呢？哈，这样把它删掉嘛。啊，不然这样每次都要删，很麻烦。所以哦，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哈，我们可以在程式里面动一点手脚，就是你这个的总长度，就是刚刚那个程式里面嘛，直接输出，你可以。 用一招哈，我的习惯是，我要用 left 函数，就是从左边帮我算过来，算出它总长度减一就好了，减一不就最后一个字就不会有了，所以 left 哈，把这个 x 里面的那个字，就是用算总长度就是 len 拿 x 给它，那你把它怎么样，减一就好了。 这样不就 OK 了？应该可以看懂的意思了哈。这种写法应该是我想到比较简单的。那你当然也可以想别的方法哈。不过我想到最简单的方法，总长度减掉一个字，哎，不就 OK 了吧？好，然后呢，一样的方法啊 ，Y 也是用一样的方法哦，你就把它这样串过来，好吧？这个把它串一下，反正就写法一样啊，再把它打一遍，那这边把它改成 Y 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丢过去的时候会。 把最后一个字给扣掉，好啊，所以哈，其实最后 demo 一下，如果这样应该就 OK 了，所以这个销货单应该这样子就可用了，也就一对多的关系呢，我们也可以建立起来，随便再选一个不一样的，好，然后数量的话呢，它也会帮我串串串，串完之后的话呢，新增过去，刚刚会多逗点，现在的话呢，会不会多逗点呢？哎，新增，销货明细看一下，哦，你会发现逗点就不见了。